能说烦劳不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他得到安息。朋友们，如果你有劳苦担重担，再次回到上帝的家，上帝将那真实的平安赐给你。所以我们要唱这首《耶稣说到我这里来》，耶稣说到我这里来。耶稣的宝血在我们前方为我们带路。